钻石的价的音乐，比如古旧石架、宝贵石架、十字架等，而唯独这首禁主石架让我内心有不同的感受。主耶稣就经历了苦路和痛苦，那我觉得他不仅仅只是肉体上的痛苦，他更是为了在这世上听到过他的名而还不相信他的人而忧伤的痛苦。我想用我手中的这个乐器来表达我对这首乐曲的感受。Thank you.